一二三元ジャパン、トミー。データシェシェ。他呢？那个三元的，他其实回日本了，他有别的工作，所以他只有三天在马来西亚。我看吧，现在我们又来到餐厅，又是阿罗。因为是阿罗 Japan， 太喜欢阿罗 Story。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阿罗 Story。因为有很多美食，然后今天也想要介绍一个美食吧。哦、然后我们想要挑战大胃王，就是米果兰，马来西亚代表的面的料理。我们上次的两千元计划吃到那个米果兰，然后发现超级好吃。现在也肚子很饿。你想吃很多吗？很多很多，可以吃十个吗？挑战那个吃纳西果兰的时候，三个人的超级幸福。两个人的话，懂吗？但是那时候我们之前挑战两千元便利商店的计划，三个小时前。但是现在的我们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超级饿的状态，可以吗？我相信可以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大胃王挑战吃光十个米果兰。我们刚刚点这个米果兰两个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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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，总共十个。全部都到了，太大胃王！这个画面真的是真正的大胃王比赛的那种感觉。我们总共点了十盘，然后有五个种类的米果兰，看起来就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先吃这个吧。这个是最基本的米果兰，看起来真的超好吃，好重，真的很重哎、里面分量蛮多的感觉，你看看喽，超好吃的，很辣很辣，超级浓味呢，很浓很浓，辣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面的部分很粗，然后口感也满足感也非常多。那是这种面乱乱的种类的，然后里面也有葱啊，然后就是肉啊，小鸡肠，超丰富。对啊，很好吃。这个味道有点像日本的炒面，就是那个两千元吃饭的时候吃的，你觉得有点不一样吗？嗯，不一样不一样，每个店好像都不一样。难怪那么多日本人说米果兰很好吃，这样一定日本人会喜欢的口味。午餐的时候或是晚餐的时候都可以。真的，应该跟白饭一起吃也可以。那么快，真好吃，那是味道超级浓。刚刚店员说那个完全不辣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很辣。他们跟我们的辣的吃法不一样。那第二口味想吃什么呢？老鼠面，面的形状有点怪怪。这个看起来很像老鼠，所以叫老鼠面吗？老鼠吗？好烂的口感，口感也有点，有的人觉得怪怪，有点像日本的乌龙面，超级短的乌龙面的。还有这个的话，这个里面也有辣条，那是不那么辣。味道的话，味道的话应该是用云南一样的酱料，没有那么很多的差别。但是配料的部分不一样，里面有虾子，还有肉干。是吗？那我也是这个老鼠的。超 Q Q 的，还真的像日本的乌龙面一样。然后这个沙子也一个一个很大很大，很扎实的，我们就喜欢，对吧？啊，很热，很辣很辣，想换口味。刚刚两个差不多味道一样，应该这个吧。这个是馄饨面，馄饨的话，这个汤里面有另外放，吃看看。它真的味道不一样，它这个比较清爽的，没有很浓味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一点也没有辣酱，面也很稀的稀面，好吃。这个最大的加速，这个面里面没有配料，这个旁边的话有青菜，还有炒粉，这是应该最大的特点。吃上干叉烧好了。这个真的甜的，好甜的。
跟这个面搭配起来很搭呢。Hello. Hello. Good. Tastes so good. Good, eh? Yeah. 刚刚其实那个店员啊，我们点餐的时候，我们说要食堂，那时候 ，No, impossible, no。他以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我们只有两个人，所以有点怀疑。然后应该他现在有点担心我们，所以看我们的样子，关心我们。这是馄饨面。嗯。不用鸡蛋的酱料，直接煮就好，因为比较味道很浓缩一点。这个超级好吃。真的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因为今天没有翻眼，对我们要努力。男人。哇！我们剩下鱼丸，还有两种口味，剩下这个，太黑了，这么浓味，也可以吗？一定需要水吧？我们刚刚的也超级浓味啊，这个的话更有那种酱的味道吧。这已经是黑色吧？还有面超级多。其实味道很浓，但是没有咸，不会吃的。没有咸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的味道，跟刚刚的米果仁那些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黑鲜酱油好像有那种感觉，真的味道不一样。我不觉得这是浓味，然后口感的话，完整乌龙面一模一样，但是一个一条一条很短很短。You can finish, yeah? That's good. Yeah, we can finish. So tasty. 老板人很好。印象中啊，米果仁这些面上面有煎蛋，在里边的米果仁的话一定有。所以我下到进港这里的话没有。我那米果仁也包日本超级多的，因为面。但是这个真的，我想推荐给日本跟台湾的朋友，真的好吃。你什么时候变成真的大胃王？没有告诉我吧？拍两张脸之后拍那个那时候的，所以不会吃。但是今天真的可以吃。嗯，对吧？我们超厉害吧？今天没有上演，但是我们到这里。哇，可以哭吗？比想象辛苦呢，因为我们以为十个应该可以吧，应该一般有大概200-300公斤吧。对啊，那2-3公斤啊。但是我们还没介绍这个最后一种天然巧克条，这面的感觉不一样，就是好像板条。这个面最 QQ 的，有点像那个意大利面的 fettuccine， 比较厚的那种。味道的话，那个第一个的米果仁的味道很像的，有点辣，有点辣。里面的配料的话差不多，为什么这么辣？果然马来西亚人喜欢很辣的东西吧？然后他们不觉得这个辣。对，他们不觉得这个辣。我们先饱了，抱歉，超级饱，还可以吃的，但是这个浓味更辛苦的，比饱的感觉，这个浓味更辛苦，就是太浓，然后这么辣的东西需要休息。那米果仁直接控制我们的味道。对呀，米果仁还在我们肚子里。然后我们其实啊，拍完这个以后，我们要拍另外一个调查马来西亚的全家的机会。马来西亚的全家的计划，然后要吃他们的火店啊，或是之类的。一段时间要休息。我的这个喉咙现在说啊，现在已经不行了，所以对，打包一下。啊，我们的挑战还继续，但是我们先可以休息一下吗？抱歉。回饭店啦，游戏这个方面。又黑黑的，现在晚上11点，还有今天的拍摄也全部结束了。现在肚子怎样？应该有点有空间吧，但是还是有一点油。Hello， 我在这里哦。米果仁酒店，我的话有两个。好吃呢，面好吃了。哦，真的，我上次的米果仁超级好吃耶，真的还是有稍微一点那种感觉。
没有很辣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当时拉队有点遍地的嘛。微波的炒面也好吃，过时间也很好吃。这个感觉超怀念哦。我的妈妈做炒面，然后她去外面，然后我回家，然后看妈妈做的炒面，微波吃好吃。当时有点寂寞呢，有点寂寞，因为日本社会工作很多。但是那个炒面里面有我的妈妈慢慢的爱，这里也有那个老板的爱呀。那个老板超级亲切。老鼠，老鼠啊，啾啾，吃完老鼠吗？啊，老鼠，喵，机器猫咪。嗯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没有三元的这个画面有点寂寞的感觉，不一样的。三个人拍片，两个人拍片，如果这个一个人拍片的话，我会死掉，寂寞死，超爆死。还好还有正常，加油，差不多吃完了。最后一口，吃完了，好，结束了。好了，今天也着急 set up。虽然我们是两个人，但是吃完了哦，吃完吃够哦，一个人不胖，真的厉害，我自己也觉得厉害。还有我们吃这么多米果的五种吧。那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我的话，那个最细细的面，或是最后吃的这个。啊，你说馄饨的那个？嗯，我最喜欢这个，最后的半条的那个。哦，真的好吃呢。太好吃，过时间比较好。我们发现了新的这个米果嘞，在日本的话一定吃不到呢。比那西果嘞更有马来西亚的特色的感觉。那个味道的话，台湾、日本都没有，超棒的。但是以后应该快一两个月不用米果了吧？老板，现在你看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我们吃完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大胃王计划，拜拜，晚上七点再见哦。